1812年，人们第一次发现了卵磷脂。但百多年来，了解其作用的人并不多。今天，科学家发现卵磷脂与蛋白质、维生素等一样，是人人都必需的营养素，是构成人体数以亿计细胞的重要物质。卵磷脂参与人体所有细胞膜构成，而细胞膜不但具有保护细胞的作用，还是细胞吸收有益物质、排出代谢废物等的通道，并且是细胞信息传递的重要场所，影响着人体的各种重要生理功能。卵磷脂可以提供胆碱，对人体具有多种健康作用，促进大脑发育，提高大脑活力，增强皮肤代谢，提升肌肤光泽，乳化血管中胆固醇，保持血管畅通，减少脂肪在肝脏的堆积，减轻肝脏负担，增加胆汁溶解胆固醇能力，预防胆囊结石。没有卵磷脂就没有细胞膜，进而损害人体健康。调查显示，卵磷脂全球市场已高达20至30亿元，其中超过80%为欧美国家所消费，而国内市场尚处于新兴阶段，潜力巨大，前景广阔。纽崔莱卵磷脂维他命一片，卵磷脂提取自优质大豆，纯度高，易吸收，创新搭配维生素 E， 有效保护卵磷脂活性。添加天然蜂蜜，口味更佳，咀嚼片型，方便食用。纽崔莱卵磷脂维他命E片，配合纽崔莱不同产品组合，为全家健康保驾护航，有益大脑，提升脑力，内在调节，外在美丽，保肝利胆，应酬常备，关爱长辈，用心选择。纽崔莱卵磷脂维他命E片畅销安利全球50多个国家，深受亿万家庭喜爱。2017年，纽崔莱卵磷脂维他命E片即将重磅登陆安利海外购平台，助力您的健康事业再攀高峰。优质滋养，全家共享，敬请期待。